心。哎呀，在关键的介绍你的环节出场，我的嗓子都喊哑了。辛苦了，辛苦。欢迎雨欣。哎，这样，我觉得今天伞伞们也确实等了很久啊，来站到 C 位，给大家好好拍个照的时间，好不好？现在吗？现在可以啊，可以吗？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拍个照，好不好 ？OK OK。来，听我说，看左边。对，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来看中间。来看右边。今天现场很炸很燃，确实好像就是有回到当年回到当年 battle 的感觉。有没有觉得身体也挺对？哎，这样啊，先说回正题啊。今天雨欣的身份是我们的 G-SHOCK 首位女性代言人。你知道，就是我跟 G-SHOCK 合作十年之久，也确实头一次见到女性代言人，感觉怎么样？我首先非常荣幸吧，因为我确实是一直都非常喜欢 G-SHOCK， 而且从小都在佩戴。肯定的啊，对啊，对、然后呢，你今天就是是一种单人的身份来到现场，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跟这个 TOP 的感觉很接近？就觉得当时我坚持的东西就真的来了，那个梦想。我觉得当然是，其实 TOP 精神也是一直在。也是鼓舞着我，然后我也是被这样的精神所打动的。是，今天雨欣戴的这款表是一款我看挺特别的，我们 GSWH1000， 对不对？应该是首款全智能的手表。对，对，哇哦！你看看，代言人就是不一样。我们得跟大家分享啊，现在雨欣手上的这一款呢，是搭配了各种不同场景的。刚刚既然雨欣说全功能的，对不对？它可以测心率，还可以在你运动的时候及时的给到你很多新的运动数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可以连接智能手机的蓝牙。哎，对，你把我要说的都说了，谢谢。我错了，要不你再来一次。对，其实就是在训练的过程中不会忘记很多的训练数据。嗯哼，那我觉得重点难道不是应该咱们接下来说那个蓝牙的功能吗？是，对不对？其实还有来电提醒功能。对，你看这个重点的留给你嘛，我抛砖引了玉。今天跟在现场的这么多的伞伞当中，我听说已经有五位获得了跟雨欣同款现在这款手表，哎，哦，都在面前吗？有，能不能举个手啊？这先一，哦，好 ，OK。你们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会真的幸运到能够获得他现在此刻这么近距离打电话给你的机会。然后你现在操作了哈。对，我看这个有来电提醒。真的，对，有来电提醒。那这样我们先把天猫宝宝请回来好不好？来，我们请天猫宝宝上场。接下来要请我们的 G-SHOCK 代言人刘雨欣现场抽出。能有谁会获得打电话的机会？来，我们请李怡往中间去到雨欣的身边。来，我扶着天猫宝宝来啊，雨欣抽回来给我就好了啊。哎，好的，来，我帮你啊。哎呀，这个环节有点激动，谢谢我们的天猫宝宝，谢谢李怡啊，谢谢。谢谢谢谢，带他走，要看不见。我跟你说，我彩排时候看见天猫宝宝都觉得惊了。好，来啊。哎，这样雨欣，我拿出手机，你帮我一个一个字母说好不好？一个一个号码说好不 好？来，我来啊，我来拿出手机，我们现场打给他，然后会有雨欣的来电提醒啊。来，雨欣，第一位是电话号码。对啊，电话号码。这个真的是能说电话号码吗？那因为今天有直播。哦，哇哦，对不对？我觉得就 我怎么这么不专业？我觉得就这样，你就直接输上去，我来输入这样对。幺六，尾号是六，对零零，对吧？好，对对对，来。嗯，就是真的有，哎，我为什么打不通？我这个，你这个没通对吗？因为这个应该没有连接。哦，不，就是手表之间是没办法通话。对。你好，啊，刘雨欣。哦，我看到你。我们能不能请老师切一个镜头给他？因为在直播，
恭喜你恭喜你。有没有什么想跟雨欣说的来？谢谢。哇哦，哎，雨欣这么专业，伞伞们也这么专业，那恭喜你了，这位朋友，我别透露你的这个手机号码啊，好，来，我们就先挂断了，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嘛。这个名字是你给他们取的吗？哎，他们说他们叫伞伞啊。哦 ，OK， 蛮亲切的，是不是？蛮亲切的。怎么了？我是又做错了什么吗？没有，挺好，就很可爱的名字。是，刚刚这位啊，我得先说一下，首先你很幸运获得了这么近距离还能通电话的机会，刚刚说到了现场的这位能够获得雨欣亲笔签名明信片的就是你啦，恭喜。哎，那今天雨欣呢作为我们的这个首位女性的 G-SHOCK 的代言人，我们的 G-SHOCK 品牌方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所以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送给雨欣另外一样礼物，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卡西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田中董事长来上台啦，欢迎田中董事长。欢迎田中董事长来，邀请两位，欢迎您，这么热情，您也打个招呼吧。哦，真的太厉害呀！这就是太热情了，对不对？对。哎，你看看，真的是说明大家真的很棒啊，雨欣也棒，大家都很棒。今天田中董事长特意带来了我们这次的中华龙系列了啊。那这一款呢，我们要请董事长来交给雨欣来展示一下哈，很帅气。这应该就是咱们在 VCR 当中看到的这个同款的这个红，叫白龙，对不对？这应该是，对吧？白龙，来，我帮您。哎，哇哦，很帅！我们要请雨欣在现场换上我们的这款白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次的设计其实真的是汲取了非常多的中华元素啊，这个传统文化。用这一条龙来围绕住和守护住我们最珍贵的这样的一份理想，一份梦想，然后坚持我们 TUF 的理念去实现梦想。别紧张，不着急，没关系。哈哈哈。来，你先不急啊。好事多磨，哎，非常帅。你看，再一次展示了我们的 G-SHOCK， 每一次都能在穿搭当中体现出不一样的感觉。今天跟这身也很搭，我们请两位一起来拍个照吧。我看田中董事长戴的是青龙，对不对？都是我们中华龙系列。来，两位，请到一起来站近一点，好不好？来，我们来拍照，好不好？来看中间。谢谢。Woo！ 好的。那在这里也谢谢我们的田中董事长赠送的礼物，先请您到台下休息一会儿，好吗？谢谢您，谢谢。哎，说真话啊，我有的时候看节目啊，我就看到你在这个节目里有的状态也是经常会呈现出一种就是那种很奇妙的微笑，这种微就此刻现在这样，就你能大概给我解读一下这个微笑代表什么吗？这个微笑其实就是好像大家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但其实我笑与不笑都差不多，因为就是可能微表情吧。对，就没有什么内心潜台词。对，可能就是流逝微笑吧。对，说真话，我在想雨欣，因为你刚刚自己上台也说，其实看到这些 dancer 们在跳舞的，是有时候会回想起你自己曾经 battle 的环节，对不对？会、嗯。刚刚在后台看得很起劲。是，对。我在想说，你现在自己还在练 popping 吗？我有时间都会跳的。都会跳一跳。对，是的。我跟你说，今天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这个 popping 魂已经要炸裂了，感觉，因为我刚看他在主持，你们都知道是谁，对不对？你是不是觉得他已经 popping 炸裂了呀？快快把廖老师请回来，来来来。
哎，两位也是认识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哎，你刚刚是不是在整个你主持的环节里边，已经要觉得就武魂炸街了，已经要？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 G-Shock 只有Hip-Hop 和 Breaking 的比赛，是。然后我转而主持没有 Popping 的比赛，对。然后我转而主持之后呢，就基本上也很少有机会跳 Popping。哦，但是顺道说一句，你最近 Popping 又进步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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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反正就是有时间都会恢复训练。对，就上次看到你跳，我记得是上一次看到你跳的时候，好厉害。对，因为 timing 变好了，然后技术也变好了。谢谢谢谢。我觉得呀，廖老师，你不要当着雨欣的面夸他，你明明就是想当着他面跳舞。我觉得你是。不 battle，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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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反正今天雨欣在这里啊，就是好久没见了。我给你跳段 popping 吧。你这样吧，你就闲话少说，快把话筒给我。来点 music。我觉得我刚刚有一种全程在旁边露出姨母笑的感觉。Really good, really good。廖老师，哎，廖老师，感觉怎么样？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今天都有看到，真的，大家你不知道，下面很多人都说啊，开始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跳，但是现在谢谢你，谢谢。好，大功臣，大功臣。这样，我们真的跳得非常好，是是是。我觉得呢，相聚的时间虽然好，可以说总是短暂，但没关系。我们呢，因为还有，大家别急，听我说啊。你看，你看，人呐，跳得歇会儿，你知道吗？我们还有Throwing Three的决赛，对不对？没错。我们先请雨欣呢到台下休息一会儿，没错，一会儿还回来，好不好？掌声送给雨欣，好不好？舞台留给廖博。好的，先下台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好的，再次恭喜三位。那么刘雨欣也在我旁边。好，谢谢，谢谢三位，谢谢。好，接下来把我的，现在把舞台交给我搭档乐童，谢谢。谢谢廖博。Yeah， 哎。哈哈。你说如果我不 Q 他们，如果我不制止他们，他们会多长时间能停止？啊，好好，朋友们，来，散散们，散散们，听我说啊，因为现在田中董事长也在我旁边，所以我们尽量说话慢一点。接下来这个环节，哈哈没有没有，其实我知道您听得懂我说什么，对不对？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真的会抽表，田中董事长抽一个表，雨欣送出自己的明信片，好不好？那我们这样，雨欣你先来还是田中董事长先来？哎，你们俩，要不你们俩猜个拳。对，董事长先来。那这样你们说谁先来。哇，
他来比就好吧。来，这样，伞伞们，咱们一起听我说啊，听我口令，谁来比较好？真棒！那就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怎么样？您先来，来，请我们的礼仪把我们的抽奖箱拿上来，来。先请我们的田中董事长抽出我们的第一个，在下面这个，后面哦，雨欣看到了，恭喜你，你将会获得我们的 Baby G 泰迪珍藏和坦尼斯的三方联合表款，送给你啦，谢谢。来，董事长您往我这边一步，请雨欣来抽取明信片。签名版，14692500。啊，看到了，有看到，他有戴一个渔夫帽，对，辛苦了。我刚刚听到了现场一片心碎的声音，因为只有一个人获奖了，对不对？恭喜你啦，会获得刘雨欣亲笔签名的明信片。然后接下来请我们的雨欣还有董事长一起往我们 的舞台中央一步。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除了是，对，雨欣在这边上，董事长您来这边啊，都 OK 都，哦，你们俩又要互相谦让行，没关系，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硬碰硬之外呢，还是我们请三位端在手上就可以了，对，拿在手上，听我的口令，咱们现场伞伞们一起来倒数54321，共同启动我们的超品日，好不好？来，然后呢我们起到最后启动，放上就可以了，放在把手表放在柱子上就可以了，好，来，5 4 3 2 1启动，在这里我们正式启动我们的513卡西欧天猫超级品牌日，帅。来，接下来三位手上都有带着我们的中华龙的表款，对不对？请三位一步到这个启动装置前面来进行合照。来，董事长田中董事长总想把雨欣放请到中间来，来这样举起手腕，来，好的，一起看前方，3 2 1，好的，那请三位稍事片刻，我们很快请出我们今天所有参赛的 dancer， 获奖的 dancer 们还有我们的廖博老师回到舞台，我们共同拍照。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要预祝我们513卡西欧天猫超级品牌日大卖啦，我们希望，来，快，我们来一起来拍照，来，快拍照，一起来到舞台中央，我们的咖喱 ice， 好，我们来，赶快请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把手表抬到胸前，好不好？把手表抬到胸前，谢谢大家，还有我们的天猫宝宝，来一起，我们邀请现场的伞伞们。散散们，咱们3 2 1一起喊大卖，好不好？来，3 2 1，祝我们的卡西欧天猫超级品牌日大卖！大家，我们在离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随手礼，请在门口领取。谢谢大家都辛苦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你们离开现场的时候是有伴手礼可以拿的哦，记得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